我特别要送他一顶帽子。这顶帽子，原住民的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个 logo 吗？坐在第一排的士林原住民族的朋友，我知道有各位是有的是阿美族的，这个是泰雅族的一个象征，是我们新北市的原乡。我们的原住民是原有的台湾土地的所有最开始的族群当中，对不对？对。他们守护台湾这块土地，守护最久的就是我们的原住民，对不对？对。阿赖，对不对？对。一样的道理，不分族群，不分你我，用我戴过的这顶帽子。捍卫所有人的权利，不要遗忘任何一个人，每一个人都值得你关心、疼惜、爱护他，让他永远在这一块土地不断的成长、不断的茁壮。所以我送你这顶帽子，是我们原住民守护土地的一个象征，也是我头上戴着。我今天已经戴了一整天，扫街拜票，刮风下雨，我带着它，就告诉我自己不要忘了初心。为什么出来从政？不要忘了初心。我为什么捍卫中华民国，守护台湾的未来的这样的精神？我把这帽子的传承递给我们的家海，带领家海继续接棒，好好做事，为这块土地牺牲奉献。让他的孩子们家会更好。好，现在我们市长将这顶帽。